我现在位置在龙岩上杭七峰山风景区。这里是一座寺庙，一尊如来佛，又一座门梁，这是第三座门梁。右边是一座庙，就不上去。现在直接去山顶，发现上来的游客都是烧香拜佛的。这是一座观音菩萨。这里还刚刚爬，要爬山顶，继续走。这佛后面有房子，难道住了人吗？等一下去看一下。刚才我抽了第十四签中签，刚才我就在这里上来的。这佛两边都设了凉亭，再上一层。俯瞰风景，现在进大佛后面看一下。三尊大佛，咱们再上一层看一下，这是什么菩萨？睡罗汉。这里好像没烧香奉养。这里上去下来了，往右方向看一下，风景如何？这里比较荒凉，这下面都刻有字。现在模糊不清了，什么老祖啊，什么道士走出来了。这是孔子。这里是寺庙住房嘛，上面是卢佛庙，上来庙侧面还有一座庙。应该是地藏菩萨。左边上去看一下，两条盘龙。如来佛上面不一样，有很多小娃娃在上面。这佛后面下面有还有菩萨。下来了，
这里刚出来，对面有个亭子，上去看一下。进来了，这边应该是食堂。这里还有一条路通向山顶，看一下，又是一座凉亭。这里还可以上，看到山顶了，对面就是龙岩上行。山寨。